是众生的苦跟阿弥陀佛的连接点。念心经，念楞严咒，点灯，咱透过那个灯，把阿弥陀佛变成光；咱透过那个香，把阿弥陀佛变成香。啊，咱透过那个甘露细细，把阿弥陀佛变成食物；咱透过念经，把阿弥陀佛变成声音，由声音变相。那么恨那丹那，哇！观世音菩萨84相现出来，哦，出给度众生。就像我们在转经轮，也是两个观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的背面哦，哇！观世音菩萨80000观世音菩萨出去做代志啊，出去老人院、孤儿院，出去无间地狱，去天道去度众生。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我们的背面哦。第二种呢？所有的众生，众生进入观世音菩萨的心，安尼啦。然后观世音菩萨改变作观世音菩萨，将众生变作观世音菩萨，西呼西呼南无，本来是高啊，本来是贵，南无出去就变观世音菩萨，了解吗？啊，阿弥陀佛就是这个意思，一切众生念我阿弥陀佛，出去拢变佛，去极乐世界，你只要来，出去就变佛。那各位透过念咒也可以啦，所以这个时阵哎显现地藏王菩萨，这个时阵显现文殊菩萨，但是呢，就在菩萨各位化身着不一样的形象帮助，干哪头前六色，念一下嗡嘛呢叭咪吽，那这来的下一是天道人道奈嗡嘛呢叭咪吽，因为六道众生拢有法度成佛，六道众生甲佛的本体。拢同一体性，所以佛有法度转化一切，将众生的傲慢、嗔恨、贪欲，乃至贪嗔痴的恶业，都转化为同一体性。所以各位，爱好众生机会，更加爱有自己的机会。这个十恶不赦、豺狼谤会、吸引欢，也本体嘛是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问题。地藏菩萨但你安尼啦，他就转化，所以咱去讲做念，咱去帮助任何的人，那你都可以转化他。当一个人找到这个快乐的时候啊，他不需要再去追求世间的名利。我要来买厝，我要来赚大钱，我要来安怎安怎，不需要了。所以各位。一个18岁的查某囡仔，一个20岁的少年呢，伊若了解佛法，用你心，请问伊去谈恋爱没？他不需要，但是别人爱他，他有时候会接受。为什么？度你因缘嘛，多利嘛。但是他心里没有无染浊心啊，他没有染浊心，他也不会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无见取心。那像各位今天。读了这10样，我该说一定不完完，但是你可以一直去用这10种心去对。那这个时候面对这个事情，我要用什么心？那你串习久了，你就好用哎，你就好用哎。刚刚一个人有法度，一个人怕死我种发气，一个人过一个面打，叭叭叭叭叭叭，哇，就厉害，因为他熟了。那这个修行，但是你大悲咒会这样想，这样去念啊，你用这个来念什么都一样，你用这个来读任何一本佛经，做任何一个法门，各位安尼讲啊，这个不是所谓南传佛教、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啊，超越了这个，因为重点是心态，这个要紧的。那现在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用。那句话都啊，最单纯的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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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呼吸，啊，来去自如，不离空性。你的空性，佛陀的空性，进入众生的本体也是空性。那这就成为你的生活。那我就跟各位讲，各位了解这道理，这世人拢不爱看佛册啊，拢不爱去佛寺拜拜啊。但是你保持安的修行，会不会成佛？这就是佛，佛法没有高跟多或少。释迦牟尼佛讲法，不是说你要听我四十九年才会成佛，没有。
因缘成熟了，点一下发起菩提心，走吧，安尼就好。但是时时刻刻，就像出家人结下出家后游行，要紧，一年回来三个月，大家再精进，让对方证阿罗汉。而不是每天都在参加法会，所以我给你最后要告诉各位，同要紧的要表达，今天大家参加观音菩萨出家大悲法会，参加完明仔载大家拢出家去做代志，好唔好啊？去社会、去公司、去家业、去治病院，拢无要紧。你明仔载拄啊要结婚，我知影我现在要结婚啦，结了阮翁，度因全家，度完我就来出家。你不要浪费啊！因为我开始要去慈悲了，所以我参加一个大悲法会，我要改变我近未来尽生命。我他变地藏经，那我变成地藏王菩萨了。我他阿弥陀经，那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了。那你去实践，当然在实践的过程，待人接物、面对众生实践的过程，碰到问题，请跟神地行，看佛经啊，去了解。但是我甲各位百分之百不够。咱即卖咧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伫头壳顶甲咱加持无？你持条条啊呢？啊，今日无加持着。所以两姐妹来，印光大师加持，哇，印光大师就来啊，因为。再来，真华长老加持，哇，中路的来啊！所以我想各位你要有信心。当然，如果你信心不够啊，我也会叫一种一看，跟你讲，有来啊，无来啊。我都做过很多实验，我这个人是用实验在修行。比如说，这人一看哈，真正一看，我都歪恭维，我都在家念。然后我就讲，你看到下面，你搞。原来我心念你个看得到，各位这真理哦，安尼就知影，真会看也袂看。啊，伊甲你讲，我看了观世音菩萨，我念较久地藏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啊，而且这看唔到，这个目镜有问题。你的心个歪去，还袂清诶，搁调一下，搁调一下，调化看到。那我这样实验，我是甲你讲，也会让这个。一看人，念头决定一切啊！念头决定一切。你敢看嘛？要有一正念。啊，我们普通时啊，拢爱保持正念。所以，一念佛，佛就到齐；一念大悲咒，所有慈悲的菩萨就到齐。那里面欢乐啊，心是无量的。伊讲，师父啊，有一千个人破病呢，我无得医呢。知道几万的鬼呢？皮皮错，不离方寸，唯心造。一念悲心，百千万亿的痛苦，百千万亿的魔障，一切超越。这不是佛教，跟他几粒甘露丸，跟几千粒甘露丸，他的功德是一样的。不能用我们的人的分别概念的数字来看佛的力量。所以各位，这个意思，你老。有这样的信心，你走到什么所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世间就变了啊！你走到那个水，那么喝那当啦，你也在念财神咒、药师咒，你吹着风，哇！透过风，咱的辛苦变转经幡，你念大悲咒。所以跟他大悲咒讲诶，你来念三遍大悲咒，水变大悲咒水，声音变大悲声，像那碰着你的辛苦，跟他阿弥陀佛变好，你念二十一遍阿弥陀佛变好，还能对。你的细胞、你的声音、你的影，像跟你握手，都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所以希望各位了解这道理，对明仔载开始，拢去做菩萨，好唔好？到一天嘛，挥发，哇！我这个大悲咒烟了。所以，咱即马真要紧，你即马啉水啊，拢莫甲啉无完。你一个大悲心的人，你这个嘴念个大悲咒的人，吸到的嘴暖，吸到的水。老鬼地啊，地出去安尼啦，因为有加持，你的头脏毛发都离众生，因为你袂使讲啊，我是一个凡夫，因为你有大悲心，就甲每一个佛合为一体，安尼简单。所以你所应该物件拢有加持，你所行过所在拢有法度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要用这种心去供水，去供灯，而不是在它数量多还少。你每一次供个灯，默念观音菩萨，默念地藏菩萨，默念阿弥陀佛，百千万盏灯，把人都没念，我来念啊！所有世间的祈愿，今晚这祈愿以后散出来的空气都是大悲咒的加持。学生在这边打球运动啊，这个树会氧气给他们，这个风，这个土地，因为我们在这边加持过，而且是永恒的。佛性是永恒不间断的，超越一切的。所以你有这信心嘛，你走到每个地方你都会念，你都会很认真。好，最好能够背一遍，我们就要回向，好不好？还有什么节目吗？来，最后念一下啊，麻烦这本灯给他看完，好不好？很简单。然后当然还有一本比较多的，然后呢你就能够更了解了。来，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浊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悲下心，是无杂染心，是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啊，你读一遍以后，你就坐一下，开始念。大悲咒是大慈悲，你开始背可能背三个，安尼啊，慢慢背四个，然后到下昼呢，暗时背六个啊，暗时要困，十个拢背起来，安尼。然后慢慢你要用，所以修行还是要老实啦。所以而不是要求多，不是求多，而是求深入。一粒球哈，你插一个针，拢会到个中啊落去。不要说我什么都要懂，却什么都不懂。安尼，回过头来，所有的万法都是为了念一下调伏内心。记得念出来，念在心肝里底哈。你别使，事我念啊，这我惊，我唔听我的话，哎，你去烦了我哩。因为你用一个烦恼心在念，所以这个代志就派出力放下，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五分经，然后心平静，佛力加持，来个恭维，我赶快了，佛力加持，不要用烦恼心啊！每天花一点时间，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带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畏心，乃至你回去，再跟你母讲一遍，再跟你儿讲一遍，你就背起来。妈妈大家在念大悲咒啊，是什么意思？当然我要跟各位忏悔，我解释的不圆满，但是各位现在有网络啊，有很多善知识在解释大悲咒观音实心啊，那么还有学术理论根据写得非常完整，但是重点是你拿来用啊，乃是念大悲咒的功德，乃是等等大悲咒的善巧方便，怎么样去修这个法啊，这一本很简单，但是很实用。再讲一遍，这本哪弄个做完会幸福呗？法法皆可成佛啊！我想也不需要，随缘吧。跟我们有缘，我们就认真。特别大悲咒，跟我们都很有缘，大家都会念，都会背，那最好。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下一站，长青路。Next stop, Chongqing Road Station.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台康法师生命电视台南校长的所有职工。现在因为师父很慈悲，成立了一个海涛慈悲基金会，那我们现在就是用海涛慈悲基金会台南分会的这个名称出去关怀长辈他们，这样子，哎，老人关怀，然后再来就是师父的宏愿嘛，就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师父的这个宏愿，我们希望可以帮师父这样子去散播去关怀长者。我在民国1994年的时候，在生命电视台看到师父他们带队到印度去朝圣，然后他们在那边忏悔的时候，在那边痛哭流涕。那我在电视机前面看到也是一直痛哭流涕。那这样子被摄受，然后再参加1994年底的印度朝圣之旅，然后结下这个姻缘。那结下姻缘之后，我也没有马上进来做义工，就是法会活动的时候啊，渐渐的就一直参与到目前。老人关怀这样子，我们这边的团队大家一直以来就是都很和谐，每一个都很有爱心啊，就是拨时间出来，有的在上班，有的在做事业的，他们都会把这个时间空出来做久，大家都有默契，就有那个团队精神，大家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大家都互信互爱，非常做得非常开心。而且我们对这些长辈，他有这些长辈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服务他们，跟他们结这个善缘，我们也非常发喜开心，自利又利他。大概4年前，海涛法师有那个推广要去关怀老人，那我就参加了。我妈妈往生的时候就我皈依三宝，但是那时候并不精进，是直到在来海涛法师的生命道场以后，我就学很多，是因为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哈，来慈悲海涛法师的台南道场，然后让我学很多。我的个性就是很内向，就看到了我会怕。我小时候如果陌生的呢，我都躲起来。慢慢学习去面对，你不认识的人事物，你怎么要去跟他们接触，啊，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个是我在这里收获非常多。我们去关怀的话，大体上就是先带长辈他们吃个比较活泼轻松一点的大随求咒，我们都找比较轻快一点的，让他们心情比较愉悦一点，然后再来就点灯要供，然后怕长辈说他们点那个实质的灯会有危险，他们身体都不是很健全，还是说无力怎么样，我们就用那个 LED 灯的这样子就代表，哎，让他们都可以点灯，然后听师父的 MV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最快乐的时间，唱老歌。老歌唱完，我们也会带长辈手语，那我们也会让长辈他们活络筋骨，教他们就是手部的穴道运动啦，拉耳朵啦，尽量让他们动起来。那甚至也有长辈啊，他们本来是坐轮椅，然后看真的太开心了，然后就起来跳舞，真的这样子是，他很开心，那我们义工也是真的很开心。这样子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六字大明咒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跟长辈们互动，传授我们这个温暖给他们，我们这样轻轻跟他握一个手，感谢他们，他们非常感谢我们，他们会有的就一直谢谢你们怎么样子啊，怎么就是非常感动，也他们感动，我们自己也会感动。让这些长者一个心理上有一个寄托嘛，因为长期这些长者都不能外，其实真的他们行动比较不便，然后不能外出，那借由就是这些基金会这些志工的，把这些佛教啊，这些不管是佛教或基督教也好，把这些宗教的东西
带进来，然后让我们的长者心灵上有一个慰藉，然后也提供很多的欢乐给这些长者啦。就是最大的就是真的是把让长者一个，你看心他真的会很高兴，有的甚至会感动到哭。你就想说真的，你平常要带这些长者，你说真的是要去出去真的比较不方便嘛，然后借由志工们然后这个海涛基金会这个带给我们这些长者是很大的快乐跟有一个心灵的慰藉。除了政府现在有在推广，对不对？长照 2.0 还有日照哈，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就可以说发挥我们的慈悲心去关怀啊。我掌握就这样，因为很多的人来共享盛举去关怀老人，因为以后台湾是老人社会，鼓励更多人来参加，因为我觉得还需要更多人来投入。我每次如果进去病房看到那个老人植物人躺在病床上，我都感觉很难过，就想到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有看到那个养护中心不一定是老人，还有中年人，还有看过这么小的小朋友，我很难过，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来这里，这里都是老人啊，大部分都是，为什么他会躺在这里，我看得好难过。我相信为人父母看到这个都会很心疼，对。还有去启智中心也有很多那个身心障碍小朋友，就是看到也是都会不舍啦，不舍。7月2号刚好有一个因缘去健检，我3条冠状动脉都有塞住，医生第一次看的时候以为说另外一条还 OK， 结果真的要手术的时候是很严重，我只有25%。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真的非常感谢佛菩萨加持，真的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症状一下子就走掉，心肌梗塞走掉的很多，所以也呼吁很多的师兄师姐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身体恢复好一点我就赶快再回来关怀这些长辈爸爸妈妈，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家人，这样子就像自己家人没有距离去安慰他们，我们义工可以亲力亲为，将这个爱、温暖，还有师父的法，可以植入这些长辈的心中，然后把这个爱跟温暖散播出去，这样子传播出去，哎呀，让大家知道师父还有我们这边能够尽心尽力为他们做一些，为社会还是各方面都可以，有一个爱跟温暖。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八关斋戒就是这个意思，要我们呢修出离心阿罗汉，为在家人种下出家的善根。甚至出离心还不够，出离自我却要承担众生苦的大悲心，受持八关斋戒，那又能够修六念法，思维空性，升起悲心，而且呢又能够借这个机会忏除业障，消除灾厄，增加福报，增加智慧，回向法界众生。我们有人天福报的实修，更有出离心消除我执的心态，更有菩萨的六四摄六度这种菩提信愿的实修，然后大家以这样子的共善业来承担众生，来净化整个地球世界法界的各种的痛苦，升起这样的心啊，把我们的小小的痛苦变成一种大悲心，承受众生的无量痛苦，那没问题。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